没错，又是我，路人小杰，我又来了。关键是这个暮雪妹子也太厉害了，上期广寒仙境那个记录让钻石玩家流泪，这一期是不是能让星耀或者少数的车神玩家流泪了吗？当初我费尽心思用圣青狮王跑到了1分22秒，没想到他这个飞跃就慢了我0.03秒，有点意思呀。刚才我还特意的去试了一下这辆车的一个速度，最高的 CWW 可以达到 304.3， 而那个圣青狮王的话，他那个 CWW 最高速度即可以达到 307.8，触发特性呢就更高了，311.8。对于这辆飞跃的话，它是没有任何速度的加持了，特性它只加这个氮气条的一个增长。关键它这个跑的就还挺好呀，就没有看到失误的地方，都还挺稳啊。也许是你只要努力了，你只要在这张地图下了功夫，在那个地方哪里地方不行就得多练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保证这个地方不失误，这样呢就可以更快的去把这个地图的一个记录给刷新掉了。我也是这么过来的，哪个地方失误多就在哪个地方多下点功夫，多普及一下这个地方的知识，这也是可以100%提升记录的一个小小阶段了。想要做到他这种不失误而且还跑得挺快的，还得多下功夫多下功夫多下功夫。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。